找到他们。蓉姐，加油，快。快点。弹起来了他们。哎，不能这样子啊。快！哇，这样好，怎么办？三组兴奋搭档，开启3.0出行新时代。节目播时摇一摇，摇出每期业者汽车大礼。每周日晚19:20，央视财经频道兴奋互动旅行真人秀《黄金线路》。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首席赞助播出，福特翼虎，澎湃动力为生活开启无尽可能。本节目由健康卫家苏泊尔卫浴特约赞助播出，高端卫浴苏泊尔带您开启健康之旅。黄金线路由云南白药养元清特约赞助播出，养元清洗发乳轻松防脱，即刻出发。明媚的晨曦中，黄金线路迎来了云南旅游的第二天。今天六位嘉宾将前往傣族园，体验傣族村寨的生活。在这里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你现在是还烧吗？还烧，整个人就发冷发热的呀。但是就随便吃了点药，就出发了。嫂子，龙姐呢？雨声大不大？他们一般都经常都是最迟到的。哎，你要先睡会儿吧，我休息一下吧。好吧，你休息一下吧。没有，发烧加感冒，还坚持录我们的节目，凯威哥真的很不容易。昨天就发烧了，对，没换衣服，可能又有点严重。我看听他说话那个声音，一个状态。他怎么还不来啊？那几个姑娘，女生等多久啊？对啊，不来。哎，这么大的腕儿，让我们等他们合适吗？对不对？一天天的这几个女生，尤其以佳美为主。哎，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发车了啊！啊，发车了，人还没到齐。不是，不等他们了。我们今天三个分开行动是吧？女生能干嘛？三个人在一起。对啊。是有什么安排吗？迟迟没有登上黄金专车的三位女嘉宾，其实早已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橄榄坝傣族园。它位于云南省最南端，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傣族村寨之一。面对一无所知的男嘉宾，女嘉宾会以怎样的方式惊艳登场呢？杀出个人！我现在代表这个寨子，欢迎三位年轻人，欢迎你们！夏老师没刮胡子。我是这个寨子的长老，你们三个人的眼神，我感觉你们已经完全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不要盯着我身后这些美丽的姑娘看，你们自己的搭档呢？对啊，我们也想说啊，我们的搭档。你们尝试着联系过他们吗？没有。你们完全把他们忘在了脑后。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的三位搭档就在我新号的这个歹徒眼里面。你们的三位搭档被我们混同在当地的傣族女青年当中，你们今天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找到他们。哎，不会没有，蓉姐。杨家豪，三次之内我一定能找出来的。佳美，是你吗？陈姐，是你吗？蓉姐，所有女孩子都打扮成一模一样，穿一样的衣服，看他们能不能把我们找到。欢迎三位，哇，来到我家。哎呀，这是你家吗？这是我在寨子里面最小的一个房子。不错，独栋大别墅啊。我可以告诉各位，你们的三个搭档现在就在我家里，所以现在呢，要想进入家里，虽然没有大门，但是我们也有一道关。你们三位年轻人，请从这个梯子上去，我们看谁先爬上去，谁就有优先选择的机会。好的，来吧。三位小伙子，来，你们各自选一把梯子，你先选，都可以啊。你选吧，凯文哥，你去那个吧，各自选一把，这个安全，我觉得应该这个好爬吧，这反而不好爬的，没事没事，好了好了，这个可以，来 ，Go。其实，哎，没开始，没开始吗？来下来下来，我着急啊，夏老师。其实你选这个，我恭喜你，这个是被我们拒过一次。注意安全啊，好，过，哎，听我的口令，脚不能放在梯上，来过来，还要跑，起跑线，就以这根线。我说开始，三个人同时出发。好的，好吧，谁先来的啊？来吧，预备，开始，加油，快！快，好 ，OK， 加好第一，马可第二。刘凯威，再见。哇，这，哎呀，蓉姐，蓉姐，蓉姐，过来，谁让你们去那儿的？别着急，年轻人怎么这么猴急？不要着急，来，过来，来来来，先坐。马可、凯威，先入座。好，恭喜你，年轻人。你以你的速度和勇气为自己赢得了第一个挑选的机会。真的第一个挑选，我觉得没有优势啊，完全。你，他终于想明白了。其实第一个挑选更难，你知道吧？你要从十个姑娘的背影当中挑选出你的搭档。你的优势就在于你年轻啊，你体力好啊，你速度快啊。对，撒老师特别坏啊，他说先上去的有优势，我一个人跑得最快，就根本就没有优势。被坑的，加油！来，我们掌声祝福凯哥。来，祝福你啊，蓉姐。大爷，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蓉姐，我们吃我们的。不可能。就我们必须要选对自己那个搭档吗？对。还是我们三个那三个 ？No， 你必须选自己那位，你必须把陈子选出来。OK。你要是选到了杨蓉，同样要挨砸。明白。嗯。其实最后选的反而容易。因为他们通过一次一次的被锅砸啊，他们肯定能够基本上准确的把自己的搭档选走。哦，所以他一直选下去的，他就一直选下去，选到为止。哦，那 OK， 选不到他就一直挨砸，一直挨砸。哦，那当然是最后一个好了。开始，哇，加油，快，快，好 ，OK， 加好你，马可第二，哇。这哎，我们是不是已经听到一声锅响了？刚才，哎呦，哎呦，锅都坏了，锅已经被你顶穿了。嘉豪其实他是一个蛮细心的男孩子，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快就找到我。甚至于是第一个就找到我，结果没有。不可能啊！哦，记得。你居然找不到我吗？我
我就啊，那么，对你来讲就没有一点特点吗？然后结果就越来越偏，越来越偏。这个，哎。不可能啊。哎，会不会没有蓉姐？刚好最逗。哎呀，蓉姐，打啊！蓉姐，蓉姐，蓉姐，蓉姐。是你吗，蓉姐？蓉姐，这个人都笑抽了，在这里笑得都抽，再抽搐了。是，笑的是你吗，蓉姐？不是啊，应该。救护车准备好，救护车，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个快脑震荡了。打开就急，蓉姐。蓉姐，蓉姐，我那么难选吗？我真的受不了了。不，我第一个选就是这个。人家节目组刚才排，都不用看就知道是我。我第一个选就是这个。那么多，我就这么难选吗？我错了。其实第一次我有看到他是过来的，我觉得他已经选中了。我觉得我第一为什么没有呢？没有默契。你看这个锅是弯的，这被我砸过来。我第一个你要体谅嘉豪。哎，他是不是其实第一次太重视我？我有听到声音是。猜中了，绝对是。没有。是。绝对是。我可以感受到蓉姐。蓉姐，我感觉是。这个，哎呦！我第一个明明就选中了，为什么不让我选择蓉姐呢？显得我跟她没点默契。其实第一声的时候，他第一次找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声音其实离我很近，我觉得他是第一个找到了我。当然，导演你是知道的，明明嘉豪第一个就找到了我，对吧？为了节目效果，我不想说后面的话了。OK， 好，就这样，我帮你圆场，走。我们把位置从下调换一下，以示公平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可，我们看看他的头有多硬。好，往锅里加满水。三次之内，我一定能找出来的。相信我。佳美，是你吗？哦哦哦！哈哈！第一下。佳美是你吗？哦，第二声。三次之内，我一定能找出来的。相信我，相信我。佳美是你吗？
佳美是你吗？果然是佳美，不是，因为我刚开始啊选的三号跟四号，我觉得比较像佳美，为什么呢？因为胳膊很粗，你知道吗？因为佳美她很胖。好好说话，不是，能不能好好说话？因为我为什么后来选了三号没选四号呢？因为我觉得佳美胳膊是粗，但是没有这么粗吧，真的好粗啊！你看看，那个还稍微比较像一下佳美，结果一看佳美你这么粗，人家胳膊粗。什么意思呀？你这什么意思呀？我知道你胳膊粗，没想到你哎，你自己比一下，你比所有人的胳膊都粗。这个我真的我受不了了。没有，这也是我分辨你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你看看，不是我来给个特写，不是胳膊粗，今天他们都说我胳膊还算细了，因为穿这个还显得我比较瘦了。是吧？我还就是不是我其实第一下就可以猜中，因为我实在是不敢完全压说佳美那么粗。什么意思？你不要再强调这个。我知道你胳膊粗，我知道你胖，但是没想到你这么粗。你自己比一下，你看所有人的胳膊粗。不要再强调我胳膊粗这件事儿了。我强调的是，我通过胳膊粗找到了你。胳膊粗，我喜欢这个判别的方法。也就是说，你通过他雄壮的背影，我其实一开始我跟你说，录不下去了。他说了，他没有想到我的胳膊有这么粗。从这个腰啊和屁股啊和这个腿啊这么包着下来，我觉得真的好难看出来，因为都大差不差，唯一能露出来的就是胳膊，三号跟四号比较粗，但是四号又比三号又大了一圈。佳美她是有点胖胖的嘛，但是她也不至于胳膊这么粗，你知道吗？所以我当时选了一个三号，咚一下就砸我头了，哇！然后我又选了一个，记得当时选了一个五号还是六号，胳膊稍微细点，咚又砸了我。哇，只剩一个四号这么粗的，我说那我就抱着一个再砸一次的心态吧，就站那我说佳美是你吗？哎，没反应，然后突然听那个说，突然说佳美可以转过去，我当时一瞅我说佳美转过来，说你说谁胳膊粗？但是他就急了，我还说还好，这样看起来我的腰还不是、真看不出来，腰都看不出来，就胳膊特别明显。你们俩看来是不想过去了。来来来，去吧去。什么胳膊粗呀？胳膊真的好粗啊！我是通过这一点胳膊来分辨出来。蜘蛛大了。你是真不记得蓉姐什么样子了吗？站在我的后面说：“蓉姐是你吗？”我笑，你还说我笑得抽，我真要笑得抽。我跟你说，我是。他对着佳美的背影说：“蓉姐，那是你吗？”然后佳美就开始不停地笑。然后他说：“你看，蓉姐，你都笑抽了。”哎呀，我那个气呀、啊！两位可以传授一点经验给凯威。找胳膊粗的。我刚刚跟你说过一样，不找胳膊粗的，就找个子高的。我对啊，陈子比较高，他胳膊粗。蓉姐，娇小。没有，你知道张豪是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蓉姐，因为你身上有一个胎记，我想去找那个胎记。我说在哪儿？他说在这儿。这怎么看得见、啊？这怎么看得见？是啊。哇，真是！你有个胎记，他就知道。他怎么知道你有个胎记？甘肃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有穿长袖，恨不得把自己捂起来找替身的那种。我也在想，你什么时候看到我身上的胎记？然后后来他特意来跟我解释这个事情，他说：“蓉姐，是因为第一天你穿了一条白裙子，就是我们第一次去健身房找他的时候。其实那天我们的接触很少，观察得好仔细啊。”来，凯威。今天凯威身体不舒服，我们打的时候呢不要留情啊，稍微用点劲儿。谢谢你，蔡老师，加油。好，谢谢。可能太难了吧，我希望他能一次猜中，因为那个锅要砸下来，凯威哥本来就生着病，待会儿给他砸晕了怎么办？陈子是你吗？陈子是你吗 ？Yes！ 哇！锅都没响吗？没响啊！看到了！加油！好嘞。这个好像有点太高了吧？我看他们的鞋穿的是什么鞋？他们就穿的高跟鞋。一样的鞋，
我从左手边一直看到右手边去，一个一个来呗，就一个一个排除呗。甚至要瘦一点，这个肯定不是。后来我在往那边看的时候，发现哎还好，好像右手边那些都是我排除外之面，所以我就剩下三个人。我就从他们的肤色上面去评，稍微比较白一点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橙子吧。是这个吧？橙子是你吗？凯越哥一次猜中，我真的傻了，我都。可能自己读的是建筑吧，因为建筑他经常要观察很多，所以啊，习惯有这样的。其实我跟他们是最像的。你不带这么表扬自己的，因为我们选的另外七个姑娘都是这个寨子里身材最好的姑娘。你说你跟他们最像？我确实啊，你跟佳美比一比，你就今天这个节目，我真的三个字，胳膊粗。没有想到你这么粗，我以为你就这个。你不要再强调这，粗啊！不管怎样，你们已经成功的找到了你们自己的搭档。对，接下来前往下一关，好，出发。俗大体验之泼水节，三位男嘉宾利用手中的容器收集傣族女子泼的水，率先将水缸注满了一组获胜。威哥生病了，威哥可能不能去，生病了，威哥他还在发烧。对，凯威今天身体不太好，这个有点发烧感冒，所以可能泼水对他来讲威胁太大。困，整个旅程我都在发着高烧，这样已经是有点虚脱了，已经不行了。那换一下吧，你来去接，然后凯威哥在这给你加油。可以吗？其实也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威哥发烧，我当时是想，那么我去泼嘛，因为我无所谓啊，我又爱玩水，我都行。陈子心疼刘凯威今天发烧感冒，陈子自动请愿说他替刘凯威去接水。不，我已经选好我的代表了。你选好代表了？我选代表了已经。我的亲密战友，我的小薇。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为什么我会说他是我心里战友？因为从第一天到大西北开始，然后小薇就一直寸步不离的。薇薇，不吃我就把他搬走。既然我们看在我们同名字的份上，你先拿着，留着晚上吃啊，乖，谢谢你。行了，小薇，我的心里战友。我可以，我怕你把摄像机扔到水里。我以前没当演员的时候是当摄像的，对，可以吗，小薇？可以。我把这个重任托付给你。你倒是同意的挺爽快。来，泼水节，其实我很想参与，但是因为那天我就在发冷，然后小薇也特别有义气，反正也
挺好的，也有机会给我充当一下摄影师。来，小薇，好，各位准备好了吗？来，把我的泼水神器拿过来。我也想玩这个，我想要一个。我也助你们一臂之力啊！一、二、三，开始！他真的，他好坏，你知道吗？水枪往我们身上乱滋水，本来我们女孩子是不会湿的，结果也弄得全身都是湿的。我们傣族的女同胞们，找你喜欢的男生给他泼。在我看来，那个穿着黑色的男生他有什么优点？你们往他身上泼水呢？他是刘恺威的代表，但是他本人确实不值得你们这样泼呀。好像他身上的水比他的盘里面还多、哦。你们不要客气啊，各位美女。你看小薇，有狼狈的样子。泼到我身上了，预备啊！来打招呼。哟！哇！哇！哇！完全没拍进去。再来一个。哟！完蛋，进水了。哎！哇！谢谢。对不起，我已经结婚了，我不能爱你们。漂亮，漂亮！加油！你看我们历史性的一刻，我们要见证，一起来见证。刘恺威这边已经快接满了，你们快一点。
最后一盆。小薇，耶耶，哇耶耶耶耶耶，太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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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吗？都吃了。海威哥，我失身了，失身了，失身了，看一下，哇，哎，这个角度好啊，把人拍的最美的。七摇一摇奖品由健康内家苏泊尔卫浴赞助提供，高端卫浴带您开启健康之旅。结束了欢乐的泼水游戏，三组搭档来到了傣族村寨的种植园，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六位都已经把衣服换好了，刚才的泼水节怎么样啊？感觉泼得太刺激了，太嗨了吧。大家发现有什么变化吗？在泼水节之前，我是长着胡子的，对，要洗干净了，突然年轻多了，所以这个泼水节是有神奇效果的。经过了大家的泼水祝福之后，现在你们能量满满，接下来就要考察你们的下一关。傣族民俗大体验之砍甘蔗，这一轮比拼将在甘蔗园中进行。三组兴奋搭档根据泼水比赛的排名，每间隔两分钟先后出发前往甘蔗地，砍完15根甘蔗后立即返回进行榨汁，最后榨出甘蔗汁量多的一组获胜。有请凯卫组出发。好，威哥，你刚才有没有稍微休息一下？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啊，全是汗。我打了针嘛，然后好像再量了一下就退了一度。甘蔗林在哪里？不是我可以当个男的使。啊 ？OK， 我知道了。好的，好的，谢谢。是这里吗？我们。啊，真的。小心，小心，小心。哦，我们选的这个 OK 的哎。OK 吗？太好砍了。选手啊，千万选手啊！哎，这个这根大，好，这根大，两根，这些都好小，这根吧，长一点的也可以。这根你觉得呢？我来，没事，来吧。我这是天生干农活了，嗯。这根好了吗？要找一些长一点的，砍起来了，他们。他们已经砍起来了，我们从哪里进去？这里吗？哎呀，完蛋了！我穿的这个鞋子，哇，威哥，哇，你们已经快砍完了，好不好？几根呢？十根，再一个。我们要砍大的，还要榨汁。哇，榨好怎么办？我你们小心啊，别弄到手啊，你们哈。OK， 哎呀，我穿的双拖鞋。小心啊！好多蚂蚁，他们在咬我！哇，那个上面好多蚂蚁，好多蚂蚁！哇，他们又咬我一口。你管不了这么多。我也快点，我也快点，我缠这一根好了，近一点的。第一次拿刀在路上跑，
警察叔叔在这儿呢，我们拿着刀在路上跑。哇，这有狗哎！不用怕，不用怕，没关系。我看两个了，这，从这里啊，门口的，赶紧。哇！哇！哎，这里有啊！喂！哎，这是你们砍的呀？哎。数一下，数一下哈。看着我们呢。哇！哇！快！小心，这有两个呢，拖回去，快，拖回去。几个呢？我们的。我记得我冲进去第一件事拿一个杆子啪一手连续五根啪啪啪啪啪，哎，我砍了这么多吗？我简直佩服自己了。十一块，我砍这一根好了，近一点的，要砍大一点的稍微。龙姐可以吗？可以。你砍了几根？我砍了有两根。找大一点的。那里面的没什么大的吧？没有大的了，好小啊都。而且我刚才有两根都比较小。是吗？嗯。没事，他肯定是要我们抓那个甘蔗汁。你先看着我们那个吧。再来看着吧。没什么差的。三根，找三根，快，重新再砍三根，对，底下，底下，快砍，快拿，拿了吗？多少了？多少了？可以了，走，出发，快点，再等两根，再一根，我拿不动了啊！快走，快点，等一下，快点，应该差不多啊。啊！你看你那边几根？我八根，你的七根就够了。哎，快走！简直了！要回来！哎呀，你们回来了！简直了！那你们既然回来了，你们就开始先榨汁。这怎么搞啊？这个榨汁是这样，你们自己琢磨。往这边。自己琢磨，对。这怎么榨？我告诉你。一开始我也犯这样的错误，上面这个部分是齿轮，对，不要把它往齿轮里放。那个我们要拿哪个接着？就是这个，赶紧，就这个，你转一下，你转一下。接完以后倒到这壶里啊，转一下，加油。好的，速度要快，手小心手。好，这什么都没有啊，一滴都没炸出来，非常好。你们何以砍得这么快呢？那他们现在在干嘛？他们在砍。就是啊，他们上演了大逆转，最后一组出发，居然第一组回来了。太猛了，哐哐一下一刀一个。你别把我太猛了，你别把我没挑是吗？啊，你没挑？没挑啊，挑什么？我们现在连一滴水都没有。什么玩意儿？这个你可别小看它。我刚才看了一下这台榨汁机的这个介绍，这台榨汁机相当有年头。
千万要小心，这都是好多年的木头。马克，我们好渴，快一点！加油，马克！加油，马克！加油，跑起来！速度再快点，马可，跑起来，对，跑起来，耶，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胜利就在最后一下的坚持当中。好，对呀，再把它塞过来，然后再跑一圈。我看出来了，佳美是个女汉子，一根没感觉。对，推。What you been doing? What you been doing? Whoa.哇，佳美美啊，走，这时候就靠你的体魄了。为什么我是个女孩子，为什么像个男人一样？因为你的胳膊跟男人是一样的。怎么又提这件事呢？谁提的？旁边人不要说话。这个哎宝，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自己是个汉子，就觉得可能我比一般的女生强壮一些。加油，加油，加油！弟弟，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他。加油！加油！爹。加油！继续。加油！加油！爹。加油！来，可哎，嘉豪，我们上去帮一下威哥吧，他今天不舒服。好，可以。来，威哥，我们帮你吧。没有，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别动！加油，加油，加油！说实话，艺人都特别需要有人去支持。哇，真的好多支哎！加油！威哥，我来，我要推。我觉得我能给他分担就分担嘛。好，这个应该还可以。加油！好。OK， 谢谢。最后一圈，漂亮。像陈子一直就说：“哎呀，卡梅哥，我再帮你拿一点，再帮你拿一点。我那个，你别那么累，那特别是一个女孩子，我不能让你替我负担更多的。”Dawn is coming, open your eyes. 这一轮获胜的是马可祖。掌声祝贺马可祖获胜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对。
七摇一摇奖品由祖方控油轻松防脱的云南白药养元清洗发乳赞助提供。真正这个傣族的家庭生活啊，无外乎跟这个汉族也差不多，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大家如果体验的话呢，给你们分别分配几个看上去很简单的任务啊，好吧，我来分配任务。三足兴奋搭档将通过洗衣服、做饭、给小朋友洗澡来体验傣族人的日常生活。三组搭档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淘米水，你知道为什么傣族是不愿意倒掉淘米水？他们会把淘米水存起来。存起来？对。为什么要存起来？你猜。三组兴奋搭档，开启3.0出行新时代。节目播时摇一摇，摇出哪期一折汽车大礼。每周日晚19:20，央视财经频道兴奋互动旅行真人秀《黄金线路》。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首席赞助播出，福特翼虎，澎湃动力为生活开启无尽可能。本节目由健康卫家苏泊尔卫浴特约赞助播出，高端卫浴苏泊尔带您开启健康之旅。黄金线路由云南白药养元清特约赞助播出，养元清洗发乳轻松防脱，即刻出发。为什么要存起来？你猜。你猜。水，它也不喝米汤，也不是这么喝的呀，这煮熟了吧？我告诉你，他们存淘米水是用来洗头。洗头？那是就直接这种可以吗？这种就可以啊，这就是这种。来来，撒老师，不，这是新鲜的。哦，新鲜的，来来，我给您洗一洗。小玉，就是你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做什么？这个鸡，这个就是干白鸡。干白鸡、嗯，对，我知道了，湖南的那种口味鸡，炸出来的那种。不是，放点水。我知道焖的那种又有点熟，但是也有点辣味儿，有点有这个，我明白了。我们先菠萝饭吧。这个，然后菠萝，然后糯米呢？这里，这样子，对吧？哎，对，然后要放白糖，那个白糖放这么多，还要蜂蜜。哎，对，给它碾散了。好的，得这么多吗？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做美食节目，被我搞得感觉挺脏的。差不多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是什么？以前是我们做那个，就是橡胶，然后它出来干了以后，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橡胶的东西。橡胶。我们生活的东西。生胶。啊，对。来塞里面吧。这就可以了吧？你们俩赶紧干活，我去别的屋看一看。好。来，这什么？这内裤吗？不是吧，洗衣服啊，洗衣服要洗，再煮。有时候出差是吧？两三天那些，肯定要洗衣服。但就是尽量就稍微洗一下，也不能洗得太干净。拿一个小的就行了。对。那这什么呢？这是锤啊。锤啊。重新接一盆水。对对对，衣服也一样。这样吧，我们先把所有衣服洗一遍，然后再拿个新的，再过水。这算了，被敲了。小宝宝，那个小宝宝好可爱啊！是啊，也不哭也不闹也不认生。耶，你那么小就知道要找镜头啊？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阿花？你能不能对我温柔一点？他平时也这么暴力吗？对呀、啊。
你这样不好。这个水是恒温的。哇、啊哦！我第一次跟小朋友洗澡。你抱住嘛，抱住啊！快点，我撑不住。哎，红花，对不起你啊，我们要把你脱光光洗澡澡。你尽量不要让他正面冲镜头，好吗？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坐一下，侧面。哎呀，不坐了啊，好不好？啊，不坐。不坐。不坐。你这是热天呢，这大夏天的，我有水啊。我跟你讲，这个你给孩子试温度啊，不能拿手试，你手是试不出来这个温度，你要拿脸。小宝贝，你们这边进展怎么样？我们都快洗完了。哎，你们的棒槌呢？不是说有那个洗衣棒给你们吗？哎呀，我真是什么事儿都得来，我都得亲力亲为吗？来。你来做个示范、啊，搁在里面，然后拿出来，在地上捶啊？对呀、啊，地上捶，多脏啊地！来捶，拿出你，对，你看你心里想着一个你最恨的人，夏老师，行，差不多了，再放在里面，一瓢，这就干净了，明白吧？重新洗，把那些全部拿进来。袜子，赶紧好好干活啊！他太帅了，这有点主人的样子。嗯，拿那个洗衣棒，好好的捶。我要捶。你怎么这么伤心啊？洗个澡。我的天！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是真实的民居生活，一边孩子在哇哇哭着，一边这边叮咣叮咣锤着。我估计做饭那俩已经打起来了。然后这个放里面对吧？这个不放的，放盐。盐？哪有盐啊？他说得这个。等一下，我们先把那个端出来吧，应该熟了。嗯，好吃啊。哎，佳美尝尝，这个好吃吗？好吃。哦，这个好吃啊。对吧？这个好吃。嗯，好厉害。哎，你吃好了是吧？都忘了跟你聊了。哇，那米饭你看我蒸的，都忘了这事儿。说这没熟耶。啊？这没熟。没熟吗？这没熟。不可能。你自己看。这到点儿。不是。哎，怎么给拔了？没熟呢。不是，怎么被人拔了？被人拔了。是被拔了吗？这样子好了，再等一下。一二三，抽，缠起来。哇，好厉害！那水特别脏。水特别脏？你看里面有黑的。不脏，没事。不是，这是烧开的水，不懂吗？烧开的水消消毒嘛。好了，你尝一下，开熟了吗？我要把这个水，等一下，我怕烫，怕烫。没熟，真的假的？你吃，糯米没熟。不是吧？熟了呀，菠萝。这个没熟。熟了，它就有点偏硬而已。糯米它就有点偏硬，很正常。那你要觉得不放心，我们再焖。就这样吧。没问题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们一会先把它洗一遍，然后再一会儿要清水再过一下，是吧？然后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是三遍就干净了，过三遍水。凯威哥可能真的很难受，对他身体的状况是越来越不好。慢慢倒吧，来，小心点。倒那个洗脸盆里。应该是发烧吧，量个体温。
如果是不是细菌感染的，就有用，就吃了可以。但是你现在没其他药，他不要拿点滴，只有这样子。那个杯子，那个杯子。大家都很累，就算你觉得啊自己咬一点点不舒服，就可能就吃很多药，就把它压下去，可能习惯这样的工作状态。还好吗你？哦 ，OK。哎，哇，今天是很痛快的一天。流那么多汗。流那么多汗。这样，我那天来是个，这什么呀？这个叫平安娃娃，但是我觉得名字很好，我就想送给你个。谢谢，哇，谢谢哦，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太太的。对。谢谢谢谢，好可爱呀、啊！哇塞，太可爱了，平安娃娃娃，身体赶紧好起来。对，身体赶紧好起来。我没想到、啊，没有想到到了云南生病这么严重。谢谢。妈妈先哄哄。我好伤心。妈妈先哄哄。不知道，我们没怎么。你们没怎么，他怎么突然哭成那样了？我都没碰到他。这是奶奶吗？你们讲话比较讲大。哦。啊，我们温柔一点哈、啊。哦，好好好。温柔点。彩虹哈，看这是什么？对，你要让他，对，你要跟他先建立信任。哎，好。哦。我们终于找对方向。小青蛙，哦，小青蛙，青蛙。哎呀呀！小羊妈妈。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就玩具，就玩具。小青蛙，小皮球，我们不哭了啊！啊，好了好了，小宝贝。看你笑了。哎，看你笑了。你看，你看，我这招是管用的。你要给他跳舞，哎，当哒哒滴哒当哒哒哒，孔雀飞呀飞。别吓着他了，你看你赶紧跳，赶紧跳，赶紧跳！来，喂喂喂，我提一下。大哥，好了，哎呦，好了，委屈了，对不起啊！好了，三个任务里面肯定是最难的，是跟小朋友洗澡，小孩洗澡。不哭，真的不容易。今天是真的积累的经验。你看他现在多么活蹦乱跳，还是跟我们笑。嗨。他有跟我们打招呼，有笑，笑得很开心。你是洗完澡了，舒服了吗？舒服不？舒服不舒服？你看他笑得好开心。笑得好开心，是那种童心。我一直觉得可能不止一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好我们天生的那颗童心。对，有时候忘了，你就看看小孩子跟他在一起，你会得到很多感悟。那么今天获胜的马可和佳美组将获得，尤其是马可将为你的粉丝赢得傣族园3年之内免费游，太棒了，祝贺你们！当然拿了大奖并不意味着我们结束了啊，今天因为好不容易来一次，我们再多体验体验傣族生活的真正的一些民俗和风情。我想知道他们做饭做得怎么样？
哇，就那么多菜。这顿丰盛的晚餐是周边好几户傣族人家为我们准备的，当然我们家也出了两道，你们家也出了，对，这个菠萝饭是我们做的，还有这个、哎这个、叫什么青萝拌什么干春干，我多爱吃菠萝饭，就被你把这么给毁了。这两个好吃呢，这两个很好吃。你们怎么做的？怎么做的？那水特别脏，水特别脏，你看里面有黑的。来吧，鱼、啊，来吧，怎么办？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要相信对方。你不管他们做饭怎么样，你们先检讨一下孩子的洗澡。他们在做饭的时候一直在问那边怎么了，什么情况呢？特别对不起那孩子。确实，当父母真不容易。所以最大的感受是当爸妈不容易吧？不容易，可怜天下父母心。为我们曾经无意中伤害过的父母表示道歉。所以你看，你们当中除了粉丝之外，几位明星都是生活在众人的掌声欢呼声当中，但是突然发现生活不是轰轰烈烈，不全是风风光光，更重要的是平平淡淡。对，哎，在一个领域工作太久的时候嘛，你会迷失，你就觉得自己的世界就是全世界，就一直很想感受生活，今天做到。父母是需要孝敬的，对，生活的滋味是需要自己去品尝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每样东西都是平淡但是真实的，所以祝愿我们的生活能够幸福美满。幸福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争取的。来，干杯。健康用水就用苏泊尔卫浴，苏泊尔卫浴提示您下期精彩内容。这一趟的旅游绝不轻松，所有的任务谁先完成，谁就可以进入下一关。时间越久，增添的苦难越大，还是挺困难的。这个项目我能放弃吗？回去吧。我看不到家豪。我先过去吧。谁去了？没事吧？啊，没事没事，缓一缓，先缓一缓。我可能不行。我真的是没力气了。维哥，有一些你不能面对的，那你就选择逃避。本来应该是六个人，但是现在只来了五个。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首席赞助播出，福特翼虎，澎湃动力为生活开启无尽可能。本节目由健康卫家苏泊尔卫浴特约赞助播出，高端卫浴苏泊尔带您开启健康之旅。黄金健路由云南白药养元清特约赞助播出，养元清洗发乳轻松防脱，即刻出发。一起出发，这个扎针其实也是挺需要的。哇，去寻找生命的玛雅，象牙塔四海为家，要一个人还干不了这活。在哪里洗澡啊？啊？跟上我们的步伐。这是洗衣服。这是洗衣服。你是哪家的丫鬟呢？居然找主人要盆，管家给他们拿个盆。我现在忙着呢。玉山，来来来来来来来。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首席赞助播出，福特翼虎，澎湃动力为生活开启无尽可能。本节目由健康卫家苏泊尔卫浴特约赞助播出，高端卫浴苏泊尔带您开启健康之旅。黄金健路由云南白药养元清特约赞助播出，养元清洗发乳轻松防脱，即刻出发。